姓文的天主教小学校园电视台特别节目《万里富翁》，以文达挑战赛的形式鼓励同学以知识换取理想，挑战不同的选择题，由校园出发，一步一步争取去外国交流团的机会。好，我来看看答案是 C， 样是正确的。文达下午茶为你炎热的下午带来一份冰爽凉快的时光。接下来放映的是《万里富翁》。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辑圣文德天主教小学校园电视台主办的《万里富翁》的节目。今天我们请了李影彤来做我们这一集的嘉宾，不如呢你和同学仔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CEL 的李影彤。影彤啊，你有什么地方想去呢？日本。想去日本的，为什么钟情于日本的？因为日本有很多东西玩，还有可以玩雪。啊，可以玩雪的，最想跟谁去？家人。跟家人去的。好，那就一起看看你的八万大道了。那当中第五和第十题是保险线，一共十五条的题目，想去日本答到十四条就可以了。那当中我们有五十五十打电话和问现场观众的，准备好没呢？准备好了，好，那我们一起看看第一条的题目。以下哪一位是圣文德天主教小学的副校长？ A 连云龙， B 连小龙， C 连暴龙， D 连云龙，不过是另外一个龙，哪一个呢？应该都很熟悉，是不是？叫咩 Sir 先？定系嗌佢嘅先？啊，唔知道佢哋嘅全名嘅系咪啊？咁你觉得有边一个系有啲可能嘅咧？连云龙有冇机会啊？好似成个花名咁。啊，成个花名嘅，连小龙咧？李小龙听过。啊，李小龙听过啊，连暴龙咧？應該不會啊，係啊，咁連雲龍嗰個龍就比較少用嘅，我哋都係啊，咁邊一個啱咧？你覺得係 A 連雲龍係 A 呢個連雲龍嘅答案係啱嘅。好，跟住啦喎，咦，可能係你強項喎。好，第二題，將紅色混合藍色會變成咩色咧？紅加藍變咩咧 ？A 紫色。B 啡色 ，C 绿色 ，D 系灰色。A 嘅应该好清楚啊，你啱嘅，紫色吓。好，第三题嘅题目啊，以下边一项咧系不属于开门七件事咧 ？A 柴 ，B 米 ，C 盐 ，D 沙律酱。我连开门七件事都未听。开门七件事未听过系咪啊？问下妈咪可能知道。問一下老師可能知喎，嗱，當你可能係即係推斷緊先啦，但你望下呢四個嘅關係 ，A 係柴 ，B 係米 ，C 係鹽 ，D 係沙律醬。沙律醬好似唔係幾個關係。唔係幾個關係，我哋中文成日都教我哋要揾一個冇乜關係嘅出嚟啊嘛，係咪啊？會唔會選擇係 D 啊？沙律醬嘅，睇下啱唔啱先，係啱嘅 ，OK。第四題啦喎。以下哪一種動物不是胎生的呢？常識可能較高，不是下 A 海豚 ，B 蝙蝠 ，C 鯨魚 ，D 三文魚。知道什麼是胎生的？是啊，那哪一種是不是胎生的呢？是海豚、蝙蝠、鯨魚、還是我們經常吃刺身的三文魚呢？你望下呢四種動物有咩相同唔同嘅地方？可以用錦囊。可以，當然可以啦。你想用咩錦囊啊？打電話。打電話問邊個啊？
陳廷鋒老師。我問陳廷鋒老師嘅，好，我哋好耐冇出過電話啦。好，我哋試下問下陳廷鋒老師嚇。喂 ，Matthew 啊，喂，你好啊，我係超校長啊。喂，唔好意思啊，你個班咧有個同學咧係四E嘅李影彤啊，佢參加嘅我哋呢個萬里富翁嘅節目啊，佢有一條題目唔係好識答咧，想請你幫幫佢嘅。可以。係啊，你等等下。以下哪一種動物不是胎生 ？A. 海豚 B. 蝙蝠 C. 鯨魚 D. 三文魚。係，答案應該係 D. 三文魚。唔該曬，陳 Sir。拜拜。好，拜拜。陳 Sir 好快就話係 D. 三文魚啦，信唔信陳 Sir？ 信嘅，最後答案 D. 三文魚係啱嘅。好，六公里的題目，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是位於哪個州的呢？ A. 亞洲 B. 歐洲 C. 非洲 D. 大洋洲。你覺得哪個沒可能的？亞洲。亞洲是沒可能的。 OK， 還有呢？俄羅斯哦，唔緊要，你仲有兩個錦囊，一個問現場觀眾，一個就五十啦。諗下，現場觀眾有媽咪團喺度嘅喎。是啊，有媽咪團喎，會不會考慮一下呢？是不是想用錦囊，還是自己試一下？想想先 ，OK。時間差不多了，問媽咪的，是不是？好，那就問媽咪了。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位於以下哪個州？ A. 亞洲 B. 歐洲 C. 非洲 D. 大洋洲。是。媽咪知不知道呢？估計都是。嗯。是。信不信我？你說一下我先。好，等等。答案是 Bernice， 即是你的英文名的第一個字母 B， 歐洲。信不信媽咪啊？信的，最後答案 B， 歐洲是啱的。啊，好了，恭喜曬，我哋去到八公里的題目了。啊，可以去到咧係香港中文大學。以下哪一項不屬於香煙嘅成分嘅咧 ？A. 尼古丁 ，B. 一氧化碳 ，C. 三氧化碳 ，D. 焦油。有冇學過香煙成分啊？常識應該未學喎，四年班係咪啊？咁啊，你望下有冇邊一個係覺得有啲奇怪嘅 ？B 同 C 有印象，但係 A 同 D 冇印象嘅。B 一氧化碳有印象係咪啊？有冇聽過三氧化碳啊？有聽過，有聽過，唔係好熟悉嘅，係咪啊？嗯，咁會唔會考慮用埋最後一個五十五十嘅錦囊？考慮。C。答案係 C 嘅，係咪？啱嘅，啊，恭喜曬啊！好，我哋繼續去咯喎嚇。以下邊一位係英國現任首相呢 ？A. 卡梅倫 ，B. 文翠珊 ，C. 丘吉爾 ，D. 約翰遜。有冇睇新聞嘅習慣呢？冇嘅啊！最近呢個首相係帶領英國脱歐嘅喎嚇，咁啊係邊一個呢？
哪一個呢？或者還有50-50的錦囊可以用的，不用住，是不是 ？OK， 好，咁啊，会唔会自己试下勇敢闯关呢？有听过边一个咧？或者 D 好似听过 ，D 约翰逊好似听过，仲有冇听过边个咧？冇啦，咁会想自己选择定系勇敢朗？定是勇敢啲闯过去，唔紧要噶，点都去到香港中文大学噶啦。最后答案，D D 约翰逊系咪？最后答案。啱啦嘛，又谂多阵先，唔好啦，俾多三秒你，一、二、三，转头翻嚟继续放映《万里赴翁》。情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去处理的。疫情肆虐之下，同学仔冇得翻嚟学校，佢哋同同学之间缺少咗沟通，佢哋喺人际关系方面亦都生疏咗好多。再加上要面对升学考试嘅压力、时间表嘅转换、新形式嘅网课等等，好多同学都积累咗好多负面嘅情绪同埋一啲嘅想法。我哋圣文一天主教小学训辅组安排咗一系列嘅情绪支援活动俾同学参与。我要你帮我将呢20只嘅答杯答到去最高，例如有答高、接力呢啲讲求团体合作嘅任务啦，亦都有讲求合拍嘅人龙比赛，可以喺挥洒汗水之余咧，亦都可以重拾翻以往同同学之间互相合作嘅嗰份投入感。我哋都安排咗同学将自己嘅烦恼写喺一啲嘅纸飞机上面。然後再在班房裏面飛出去，同學隨便執起其他人的紙飛機，睇完其他人的煩惱之後，再將自己一啲嘅解決方法或者一啲嘅祝福寫上去，成為一種無形的鼓勵。希望每一個參與咗情緒支援的聖文一同學都能夠釋放翻積壓已久的負面情緒，與此同時同老師同同學建立翻一份信任的關係，成為彼此情緒上的支援。接下落嚟放映嘅系《万里赴翁》。以下边一位系英国现任首相呢？A 卡梅伦 ，B 文翠珊 ，C 丘吉尔 ，D 约翰逊。又谂多阵先，唔好啦，俾多三秒你，一、二、三。D 系啱嘅。好，跟住我哋去到大澳咯吓，《西游记》当中，唐僧被任命往天竺取经。天竺系位于现今边个国家嘅境内呢 ？A 印度。B 缅甸 ，C 柬埔寨 ，D 越南。有冇睇过《西游记》先？未睇过《西游记》系咪啊？系啊，系啊，入边有孙悟空系咪啊？唐诗系唔知咩嚟嘅。B 同 C 未听过，印度、越南就听过啦，系咪啊？咁会选择边一度咧？天竺。
你仲有一個錦囊未用，會唔會考慮用埋佢？唔會嘅，想自己試下嘅係咪？嗯，咁會揀邊一個呢？最後答案是聽未聽過的是 B 緬甸和柬埔寨，有聽過的是印度和越南。嗯，《西遊記》好像是我們會嚟緊係一定會看的教材嚟嘅，一定會看的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啊。咁啊，遲啲會了解噶啦。你上五年班的時候，咁啊，但係而家四年班可能未係好熟悉。最後答案 A 印度 ，A 印度的答案是啱的。好，我哋去到40公里的題目啦，海洋公園啦。有冇聽過成語啊？吳下阿蒙是指人才識尚淺，當中的阿蒙是指哪一個呢？ A 秦國的名將蒙恬， B 蒙古的統帥成吉思汗， C 三國的名將呂蒙，還是蒙着嘴說愛你的姜圖呢？啊，所謂的成語這個吳下阿蒙是指哪一個呢？有沒有哪一個沒什麼可能？姜涛是最近红的。姜涛没什么可能是吧？有没有看过姜涛唱歌啊？听过他唱歌有没有？有看他的游戏节目。啊，有看那些节目的。姜涛最近这么红会不会成为了成语呢？这个机会可能不大啊，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讲中国即古代的一些历史。咁啊，講緊秦國嘅蒙恬啊，蒙古嘅成吉思汗，定係三國嘅呂蒙呢？你仲有50/50。會唔會考慮用埋呢個50/50嘅錦囊呢？用埋佢嘅，好。咁啊，剔除咗兩個之後咧，我哋剩翻 C。三國的名將呂蒙，同埋 D 蒙着嘴說愛你的姜圖。姜圖會不會是姜圖呢？唔係。有冇機會是姜圖？諗下先，你好奸啊！諗下先。我希望你可以答啱。最後答案，最後答案。中國的成語，有時呢，我們經常都說，想得太多呢，未必好的。越想得多，越想的問題越複雜，其實你會發現，當中是很簡單的。最後答案，要選擇了。C。C， 三國名將呂蒙，其實很簡單的。有時咧，反而越容易咧，就越容易咧係俾佢蒙蔽，係咪啊？你睇手都出曬汗啦。好，60公里嘅保險線題目，以下邊一幅筆是屬於梵高嘅作品呢？我唔識描述啦，你可以睇下啦。梵高係一個好出名嘅畫家啦。咁 A， 你望下啊，有一幅圖畫，佢嘅特別之處是什麼呢？梵高他是屬於什麼學派的呢？啊，你看看 A、B、C 和 D 不屬於，啊，哪一 B 是看正風 B 是
有哪一幅图画你看落去是特别不同的呢？它的画风看落是锦囊用完了，要靠自己了。哪一幅画是不是属于梵高的作品呢？你可以做的就是在四幅当中找一幅特别不同的出来的，找不找得到呢？答案是 A。 我都不是先，又不是的。善藝老師有沒有教過梵高啊？五年班先教的，嗯，所以我是啊，所以如果你有感囊，是問現場觀眾，可能有人幫到你啊。咁但係你而家淨係望下呢幾幅圖畫，能唔能夠用你嘅智慧判斷邊一幅圖畫係特別唔同嘅咧？望下佢望真啲，望真啲，用望遠鏡望啦，直接擘大啲啦，擘大啲隻眼，撐有幾大就撐幾大。嗱，現場觀眾，嗱，我哋要靜一靜啦嚇。好，影童最後答案是咩呢？ B 是呢一個嘅太陽花嘅，係咪？最後答案啦，係 B 嘅。哎呀，係 A 啊，爭少少啊。咁啊，唔緊要啦，啊都可以咧，去到咧，我哋第一個嘅保險線就係咧呢一個嘅中文大學嘅，我哋翻去嚇。好多謝你今日嘅參與嚇。爭少少啦啊！盛文德天主教小學校園電視台特備節目《萬里富翁》，以問答挑戰賽嘅形式，鼓勵同學以知識換取利數，挑戰唔同嘅選擇題，由校園出發，一步一步爭取去外國交流團嘅機會。Okay, 好，我哋睇下答案啦，係 C， 有其正確嘅。文德下午茶，為你炎熱嘅下午帶來一份冰爽涼快嘅時光。